wonderful world。这首歌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，演唱者路易斯·阿姆斯壮被誉为爵士乐之父。阿姆斯壮早年演奏小号成名，后来他以独特的沙哑嗓音成为爵士歌手中的经典。1971年因心肌梗塞逝世，享受71岁。台湾女网一姐谢淑薇与中国彭帅组成的海峡女双，在温布敦女双决赛中迎战澳洲名将巴蒂和戴拉垮。这场冠军决赛第一盘，巴蒂的回击，谢淑薇往前相当精彩的第一时间拦截，中场就以7-6、6-1直落击败对手，拿下冠军金杯。谢淑薇也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大满贯赛冠军杯的选手，同年还有这件大事。这一幕让很多人都好感动，产下宝宝后，圆圆立刻用嘴把宝宝叼到胸前呵护，催生3年，圆圆终于生了。当年3月接受人工受精的圆圆，经过1小时努力，终于在晚间8:05顺利产下一只猫熊宝宝，之后经过票选取名叫做圆仔，也成了当年度最红的动物明星。